Hello， 现在 Robbie 在哪里嘞 ？Robbie 现在是在一个要往平安座岛的方向走，然后这里呀、是海中道路，海中间道路，然后一定是观光客喜欢来这边拍照的地方。从这边开过来啊，然后你到路上都有车，可以停到这边，然后一下它周边的那个海景，然后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那边救蛤蟆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，这里有没有很多人在那边捡那个蛤蟆？然后你可以呀、你今天穿那个裙子。光，天哪，风好大哦！然后我今天还是开着小白，然后就是下来这边的时候，就是来给你们看这个，就是那个中间道路，然后旁边就是小白，然后你们可以在这边拍拍照，然后车子尽量就是靠旁边停，不要去影响到人家开车，但是也不要停太久，因为这毕竟是危险嘛。Robbie 要去吃午餐了，因为 Robbie 今天要去那个平安座岛吃午餐，他那个还算饭团还有凉面还算不错。然后 Robbie 今天还是开着我的小白油电混合车，那真的好省油哦。Robbie 真的好喜欢开这种车。好啦，今天就这样咯，拜拜。